away, and then the droplets can really reach out the other person very easily. So, and there's not this dilution phenomenon of the air, so that's why indoors it's much more likely to cause outbreaks. When we're looking at public places, is to be able to keep the level of circulation of the virus very low so that we can manage.再说一下蒙特利尔的疫情，今天又感染了150人啊，昨天也是150左右，应该达到这段时间的一个小高峰了。魁北克省是7月28号开始规定，到室内的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了啊，但很多人还是不戴。现在这个规定只是对商家提出罚款啊，可以罚600到4000不等吧。从8月1号开始呢，就对个人采取罚款措施了。如果你个人不戴口罩的话，那可能也会给你开罚单。商家看到你没戴口罩的话，如果要制止你仍然不戴口罩，很有可能就会报警了。因为他不报警的话，魁省总共派出100多个观察员吧，在各地。也就没事儿到各个商家串游，看有没有不戴口罩的，不戴就开罚单。昨天吧，昨天好像有一个壮汉在 Tim Hortons 没戴口罩，结果呢跟警察都打起来了，被捕了当场。现在反对戴口罩的声音也很多啊，有很多人在市中心还举行了这个抗议强制戴口罩的游行啊。他们理由确实也很充分，他说如果戴口罩是必须的话，那这个疫情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应该强制戴口罩，对吧？现在都已经进入尾声了你才强制戴口罩，有这个必要吗？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啊。另外呢，这个魁省的疫情啊，也是整个北美最严重的地区啊。如果说纽约是美国的武汉的话，魁省或者说蒙特利尔呢，就是加拿大的武汉。死亡率呢，魁省也是最高的，那个全球平均的死亡率的话是4.2%，这是全球的平均水平。而魁省的这个死亡率的平均水平呢是9.8，大大超过了全球的平均水平。加拿大呢是7.9%，而魁省呢是9.8%，也就是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啊。但是乐高比较嘴硬啊，他说魁省的检测比其他地区更加严格，这个靠谱不靠谱，我觉得难说啊。我认为是不靠谱的这个说法。哦，对，说说那个医疗保险。最近那个有个别保险公司呢说这个留学生险呢要涨价啊，说7月22号开始涨价。但是呢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呢是从7月22号开始降价。这个呢我觉得很多人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些保险经纪呢说没涨价的不包含感染新冠病毒的这个保险啊，医疗。后来呢我找了保险经纪求证了一下，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啊。也就是说你买保险之前只要你没感染新冠病毒，那么无论涨价还是降价都是保的。所以说你这个不要轻信一些不良保险经纪的言论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没有买保险的时候没有货比三家啊，找了一个中国人的保险经纪查了一下，然后呢就直接购买了，到后面呢自己买的保险比别人贵了那么100-200刀啊。我建议在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是要不说货比三家吧，至少要找2家比较一下。另外我的车险今年也该续了啊，我今年续了一下我的这个车险，我是买的 TD 的车险啊，拿到这个
他们寄的这个保单，今年该续费的这个保单后，发现一个问题啊，涨了200刀，涨了200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也没理赔过，没有发生过任何这个理赔事件。另外呢，现在还有新冠病毒疫情嘛，本身开车就比较少，为什么涨了200刀呢？结果打电话联系 TD 车险的话，然后呢，他说可以给你降50块钱，啊。另外呢，我还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你需要注意，就是，在你买车险的时候，这个保单呢会有一个要求，会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说，你保险到期半个月之前需要告诉保险公司你要续费可能就不用告诉了啊，你要不续费的话就要告诉这个保险公司取消第二年的保单，否则的话你是没法更换的啊，这其实是一个合同陷阱啊，所以说呢，在你买保险的时候你还是要仔细看看保单啊。当然了，那个 TD 车险呢，我打电话问过其他保险经纪啊， TD 车险呢它本来也就价格比其他保险公司会便宜一些啊，所以说我也就忍了，这也就降了50块钱。但这个经验呢，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提前半个月取消保单的这个说法啊。最近 PQ 新政推出来以后啊，那个 YouTube 有很多人推荐什么御空这种极其偏远地区的移民啊，我觉得要去这种偏远的地区的话，我是极其不建议啊。当然了，有的人说我就能忍那么几年啊，那我觉得能忍不能忍的话，你还是，我建议你还是实地到那个地方住上，短住一段时间，到那个地方亲身体验一下啊，包括衣食住行、孩子上学各方面都体验一下，再下结论也不迟。否则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你到了那个地方才发现所有的东西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啊，那你就会无论在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上都会有很大的损失。据说御空地区好像华人应该不超过400个人啊，据说，这400人呢还包括有些年纪大了平时不出门的啊，还有一些年纪太小的啊。据说他们要去买个东西啊，开车要开3个小时左右啊。另外呢，就是御空地区的物价是非常贵的啊，因为运输成本比较高嘛。一般是这样的，越到大的城市啊，它的物价就越低啊。它有大城市有一个叫溢出效应啊。就像一些大的零售商一样，他们采购量非常大，像 Costco、沃尔玛什么的，他就能以极低的价格进到货啊。像越是像一些小的商店啊，它进货量本身就小，它的价格肯定就要比其他贵啊，种类还少。对，所以说人少的地方呢，物价必然就高。不光物价高，油价啊，所有的这些，所以说呢，你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成本都会比较高。再一个呢，就是御空的中介收费是非常高的啊，因为本身呢，华人的中介公司就少，当地的雇主呢也非常少。你可以到那个 KGG 上去看一下御空招聘信息啊，数量非常少。一般你像蒙特利尔地区啊，像这样都几十页、几百页啊，到御空那儿可能就一页啊都不满。因为工作岗位本身就少的话，所以说呢，雇主的这个工作岗位基本上被中介垄断了，是吧？因为御空这个地方呢人少，总共才4万人吧，超过1500人的城市都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工作岗位也少。那么一旦出现了工作岗位的话，他们都会发到 KGG 之类的这样的网站。如果你真的想去御空移民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通过中介，还是自己到这个网站上来找工作，直接找雇主聊，对吧？这样呢就会省去一大笔中介费。
我觉得要选择去玉空啊，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地方太冷了。玉空地区呢，冬季是8到10个月，而蒙特利尔呢是冬季是半年时间吧，差不多6个月。然后你要过8到10个月寒冷的天气啊，我觉得一般人受不了，-40-50度吧，我觉得。像蒙特利尔超过-20度的时候都很少啊。但是如果要到-40-50度的话，我觉得那个人要出门啊，我觉得都不想呼吸了啊。所以你要想去玉空移民的话，一定要去在那儿住上个把月的时间啊，就像我到蒙特利尔来一样，我在蒙特利尔也是最冷的季节啊，在这儿住了个把月的时间，觉得能接受那我就来，如果要觉得不能接受呢，那我就不来啊。我来念一段大家对玉空移民的评价啊，他说了，简单的说就是不要去，缺点如下：一，不适合人类生存；二，中介费也并不低，一般收费呢都在50000加元以上。现在这种情况下，好多中介趁火打劫嘛 ，PQ 一推新政以后，他们价格就都涨了。第三呢，就是移民的条件并不低啊，说论雅思呢低不过萨省，论速度快呢快不过新斯科舍省。所以这个人说呢，实在不知道有啥优点非要去这些地方受罪。当然这个观点呢是这个人的看法啊。所以说呢，你如果要打算去玉空去移民的话，那我觉得你还得慎重考虑啊，真正实际考察一下再说。